哎，我刚忘记熄火了，我在干嘛、啊？好白痴哦，浪费哦。OK， 可是外面看起来还是暗的，注意看一下。哎呦，太暗了，不行，再睡一下。喝水。口还是很渴哎、欸，这里有那个吗？厕所吗？好像没有，水不能捞马桶水。好，我们喝饮料好了，有饮料吗？这种 soup 喝了会那个吗？解渴吗？番茄汤。不会，太棒了！哇，精神充足哎！好，我们直接出去好了。下一次应该是要在野外生个火，然后上面融点雪水。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进去，我们用那个融好了，这个可以融对不对？我记得。那我先把那个这个给关掉，然后。这样子，不用在室内不用助燃剂好了。我记得助燃剂可以升非常快，那是在野外的时候比较危险的时候，紧急的时候再用。现在先不要使用，太浪费了。Come on, little fire. Wait, that didn't work. 可以拆一些椅子或桌子。OK， 没问题。有，刚我发现。哎、欸，这几率也太低了吧！好衰哦！Come on, little fire. 我生了几次啊？四次哦，没有火种了。生火用小树枝好像会几率比较大，会吗？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安安 ，OK， 好，我们来弄个一公升的水。烧水，
好，可以喝了，太棒了！来吧，解渴。好，非常好。哎，他说剩13个小时的阳光，哎，所以现在是外面是已经白天了。来，我们喝个热的，吃个热的东西，让身体暖一点再出门。烹饪中。OK。好，吃吧。好，可以了。温暖，太棒了，出门。Go！ 跟时间赛跑，来了，出发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刚从哪来的？不对，我刚从……哎，讲，我们看一下地图啊，这里是那个神秘湖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栋房子里面，然后我们要走回铁轨，然后绕着铁轨走到这里，路上会经过一些营地。可以搜索，好，出发 ，Go。刚有跟我有人叫我多煮点水，没关系，不要，我需要喝的时候再煮，反正那个火应该下次马上就会生了，而且我水带太多在身上，有点负重会比较重一点。直接跑到下一张地图，有这么快吗？有办法吗？希望可以。好多乌鸦，不祥的预兆。有咖啡一定要拿，很重要。OK， 听到了。哦，没错，出轨列车，这有办法开吗？没办法。这我们刚刚在地图里面有看到吗？哎，这上去吗？从这边走。欸，可以耶，里面有东西吗？哇，有一个死人。收藏。等一下。没东西，出发。这里有可以进去的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有一条路，冰冻的路。有办法哦。柴犬直接那个谁啊 ，Gandalf Chain。的图示是柴犬，那个谁啊，大头，你直接叫他柴犬了。吃捡到的东西就够了，我也觉得欸，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物资啊？不懂，他那些冰冻尸体身上为什么要吃的？他们在死之前为什么不会把它吃掉啊？还蛮诡异的。又一头鹿啊，火车装载区域，我们看一下地图。嗯，我们刚在这边。啊，我们现在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等一下会经过一条河，然后往左转。刀龙今天会玩多人游戏吗？晚一点可能会哦，看情况。哦，到河了，经过河了。哎，比我想象中的快嘛。哎，说不定今天可以破关呢。我会不会想得太美了？白龙，你怎么可能破关啊？我看不起你，你这个瓦卡弱。哦，这游戏真的很值得买，超值得的。这哪里？对。水坝，我们先进去好了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是这个地方吗？对，没有错，这里。
然后好，会通到弯曲河流。狼来了，狼来了！我记得这里面有一把，会有一把枪，对不对？哇，我想起来这个地方了，我之前有玩过。看一下，对啊，绝对不可能一天破，对啊，我也觉得啦。如果是挑战一天破的话，也太简单了吧？这个地方之前我有来过，然后在里面被狼咬死，我印象很深刻。简易工具，哇，负重超过了，而且我的，等一下，我需要那个了，睡觉了，太累了。快速搜索一下。好，一定要一战！我现在血量是100%，随时应战。我身上有斧头，所以应该打得赢。捡到子弹吧！大家觉得我需要修补一下衣服吗？有狼要打到他流血，要打2次。OK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东西太多，把一些不要的放下好了。打完马上再包。好，我有6个绷带。所以说，基本上挑战跟一般那个沙盒的玩法的地图应该是一模一样，只是它多了一个目标让你去执行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上锁，上锁，没关系，我敲滚，把它给敲开好了，把不要的衣服给拆了。OK，OK，所以建议我还是把衣服修补好就对了。这个还过，好，我们准备，这里还有一间，这里还有一间。This pack is getting kind of heavy. 咖啡罐头。我是不是该先睡个觉啊？再下去挑战狼啊？因为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太累了？会不会影响那个打斗的那个力气啊？这个保险箱、欸，哎、欸、哎，我还要再开一次吗？好，不要简易工具，我也觉得，因为简易工具我是不是有2个啊？对，把一个丢掉。然后其他的，呀，我知道怎么开这个了，我知道了。
OK， 开了。I'll take it。哦，东西蛮多的。大家觉得我要先睡吗？状态用好再出门吧。不是，不是，我现在不是这个问题。我现在是我要先打吗？还是先睡觉？会不会睡到一半他打过来啊？先打好了，先打好了，来吧。Come on，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去死吧 ！OK， 跑了，快点爆炸一下。OK， 状态良好，然后灯没有没有了，装一下没有。我再去打一次。你想跑去哪？哼哼，我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了啦。想挑战我们都没有。哎，有地上血迹哎。来打。哎，他好害怕哦。而且我现在走路好慢，我太累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睡觉，我要睡觉了。好，生个火。Come on, little fire. Come on. 哎，狼的声音好近哦。升太慢了，真的，再试。不是升太慢了，没升起啊。然后又没有用助燃剂，真的有够慢的。好近哦。等一下他死了，我是不是可以去挖点肉？虽然我身上食物应该是不缺了，不过既然都已经在旁边，就直接挖吧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睡起来再去绕一圈，找狼尸体。Perfect。 欸，木头有点少欸，等等，我们找点木头。等一下我先把东西放地上好了。哦，走路太慢了，算走路比较快吧。没有，等一下，身上有什么重的东西？先放地上，等下全部再捡起来。哎，吃了。我听到他死的声音了。哎，哦，对。好，肉。这花多少时间？4小时。等一下，我拿内脏，内脏我记得可以那个。等一下，不要，我先睡觉，这样我会累死吧？先睡2小时。来吧，好了，有体力了吧？至少可以正常走路了。OK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啊。好，我。呀，这东西好多哦，好可爱哦。Man, I'm not sure I can
内脏跟皮要晒干很花时间，用工具拿肉。哦，好，我知道，我刚是把工具放在地上。这样，我先走一下这里，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门在那边，所以先绕一下。开关器有了，你头身上的88%。88%，气息要烂了。哎，在这里面好像不用，其实不用生，我就可以睡觉了。那我等一下直接睡好了。好。OK。2公斤肉就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剩下6天又2个小时，你睡到狼旁边好了，好恐怖哦！1个小时好了。好，我们影片这边做个段落哦。